快快！他不晓得，不晓得吃啥，问啥子？刚刚领养那个狗的时候，他说只能长这么多，我看着长起那么大了。哦。他说这长3-5斤，5斤左右这头，那现在是17-18斤了。你买的时候，小的时候都一样的，都看你，根本就知不到，不知道长得不大。1个多月拿回来的时候，一个月零多少天？嗯，这一个多月还在吃奶。我们家我那个姐夫，那个他们买了一个也是，比较小一些，比较大一倍，他13斤左右。本来开始的时候也是摆博门，买了之后，长6-7个月之后就不对头了，越长越大。哎，越长越大的，这超过他了。变成大博门了，妈的，大家伙。不存在，乖的自己养的都不存在。它是这白色的一般变得少一点，嗯，白色的变得多。这个小哥们在闻啥子？乖乖，妈妈，哎呦，好乖，我一摸它，它就不满意得很。小哥们，我骑着高压叫，摸哥们，它不叫，同品种。不晓得他一直问啥，一直到处问那个。出来就兴奋。哦。就是，还在出去，我也在门上面爬呀，跳舞要出去了。我这个狗狗再大的，那个藏獒那些都耍过。它对大狗不成，它不怕，它既然习惯了。多大了？2岁多，2岁4个月左右吧。那是青少年，好像6斤左右，刚刚6斤，要不是6斤5斤酒量啊，6斤左右保持到的。这不紧了一点，我还行。哎嘿，乖乖。他老毛毛都有点变黄颜色的，那个都不存在呀。这个长不大了，就这么多。对。它的尾巴天生的这样子卷起来。就卷起来。妈妈，你妈妈呢？妈妈呢？